你总是说金鱼是离不开鱼缸的。老师说上次你动作都没计时，你是怎样要甄选了耶？怎么了？手会痛啊？会痛要说啊，问你话也不回答。金鱼呢？我去找。找到没？站起来。娘，鱼都顾不好，整天都这样魂不守舍的，没找到就算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甄选，知道吗？怎么都是烟味？妈，我朋友问我，如果甄选真的上了，要不要一起在外面合租房子？这样练舞比较方便。你决定好要搬了吗？心情不好？我带你去看一个东西。我后来想想，
这个要怎么处理，你得自己决定。那我还是还给我妈吧。你不用每件事情都要过你妈那一关吧？像你说要搬家，都讲几年了。就是讲了不会听，所以到现在才搬不出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就是讲了不会听，所以到现在还搬不出去。那也不用这样一直逃避下去吧。人永远不可能完全认同对方的想法，就算是家人也一样。那我就要被迫认同他的想法。那你可以讨他开心啊。我觉得人都是自私的。你看，你想要的东西他不要，他想要的东西你也不给，你们都是为了自己，不是吗？但我跳舞又不是为了自己。只要可以达成彼此共同的目的，我觉得这样谁都不会有损失。而且我相信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回来了。甄选的通知书寄来了，这一次还蛮多人的耶。今天练得怎么样啊？谢谢。今天不一样哦，还会说谢谢。妈，我有事情想跟你讨论。怎么啦？我问你哦，如果我的甄选真的上了，你会怎样？很好啊，我一定会很开心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会不会让我更……你先告诉妈今天练得怎么样，都记熟了吗？是怎样？不会要问啊，不然你也可以问我啊。你不要忘了哦，妈也是跳芭蕾的。这甄选哦，没这么简单哎。妈，你还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事吗？什么？我真的会认真练舞。先不要想那么多，上了再说。先去洗澡，让我考虑一下。洗完澡就告诉你哦。喂，找哪位？今天怎么没去上课？
剩几天而已，不好好把握机会，整天在这里想那些有的没的啊。我只是想要有个动力努力而已。你的动力就是你的未来，以后成功了你就会感谢我。凭什么？凭你是我生的，我养大的。甄选结果还没出来之前，你就给我在家里好好待着。干嘛又逃避啊？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啊，他也知道，那干嘛不给我机会？你也要告诉他为什么，重点你要跟他沟通，不改变就永远不会有机会，知道吗？写的什么信？把这里当什么地方？旅馆吗？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你知道甄选剩几天吗？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整天想东想西的？什么一点点自由，还喘息嘞？我哪里不懂你？什么叫强迫你？
我还不都是为了你的未来的着想。你看看外面，哪个小孩像你一样？你干什么？在讲话。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一定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吗？做什么？你要是敢给我从这里离开一步，我就跟你断绝关系。断啊！你断嘛！你到底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想要离开你？你到底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爸爸也会离开你啊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你没有，你没有想过。我每一次站在这里，都在想，我干脆跳下去死一死算了。怎么样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吗？花钱让你去学我，帮你买武器、舞鞋，陪你练舞到半夜。你们不感谢我就算了，还说什么话？我干嘛？我干嘛留在这里让你们来折磨我？生下你就是个错误。不想说也不想懂，复杂的情绪让人感到头痛，没理由也没借口，单纯的快乐已成为了苛求，抬头数着天空中的云朵，低头看着蚂蚁正漫步中，有许多事情无法找到出口，你我互相在这游戏中寻找着自我，寻找自我，寻找自我，寻找自我，不认同也不可否，矛盾的事情让人难以承受，没结果也
曾想过真实的答案是否说不出口，抬头数着天空中的云朵，低头看着蚂蚁正漫步中，有许多事情无法找到出口，你我互相在这游戏中寻找着自我，寻找自我，寻找自我，寻找自我，抬起头看着我，你想要的到底会是什么？闭上眼放轻松，时间会帮我们解决困惑。